4月11日，赵薇出席了由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和北京法国文化中心主办的中法文化之春新闻发布会，并担任本届中法文化之春宣传大使。发布会上，赵薇身穿金色丝绸风衣，妆容精致，气质出众。谈及担任本届中法文化大使，赵薇直言非常荣幸，并希望为中法文化交流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赵薇表示，法国电影展映与我很有缘分，多年前我就参加过一次法国电影联盟举办的法国电影展，那时我就向中国观众推荐了不少法国电影，今年我将继续致力于中法电影交流，为大家推荐优秀的法国电影。非凡娱乐实时报道。